被烤完了。哎呦！什么？居然多好吃的问，会不会你没有发现咱们家的红花石又漂亮又实惠？哎呦，太棒了！看看，超级的漂亮，这颜色，这枣花，取景。取出精华的地方，嘟出枣花，嘟出画面，嘟出意境，嘟边。经过切割、打磨、包装，它的颜色枣花已经嘟显出来。看看上面的颜色，枣花清晰度非常好，鸿运当头，巨日东升，彩霞满天，非常的漂亮。